米泽制面专营赞岐乌龙面料理，岐乌龙面佐以天妇罗，完美展现餐点的鲜香。今天介绍的餐点炸豆腐，食用嫩豆腐切块，裹上面糊跟面包粉，经过高温油炸形成酥脆轻盈的面衣，外酥里嫩，咬下去口中爆出如布丁般的软嫩柔滑，酥脆的面衣在口中交织成完美的美味交响宴，搭配甜甜咸咸的和风酱汁，搭配咬下去卡吃的声响，层次口感令人难忘。这就是日本国民美食天妇罗令人难以招架的魅力。